等了32冬，阿兰区、和顺甲区伫个台南市政府的协助下，终于有了服务中心。12月14日即天，市长林孟彦、秘书长黄进成，含着甲区理事长陈文祥等人，都同齐来热烈甲拜了。好，今仔是阮和顺工业区服务中心吼，叫落成启用的日子。吼，啊，阮和顺工业区目前吼有买到580间的厂商，17000个员工。吼，啊，去年产值也达到1350亿。吼，啊，今仔这个服务中心落成是阮这个和顺工业区成立32冬来吼上个大的寄望。吼，啊，伫遮嘛感谢市府吼，然后那个理事长李孟彦理事长，佮包括吼方进成秘书长，吼，啊，佮经化局的林思齐局长啊，所有的上个辛苦的同仁哦，努力之下哦，来有这间哈林水的厝来服务阮这厂商。那区内的一个厂商总共有500多家，那也创造350亿元的一个产值，提供12000个就业机会。那市政府为了提升对和顺工业区厂商的一个服务，特别争取经费1500万元来兴建服务中心的一个大楼哈。看到了和顺港区终于有了家己的厝，李市长是真欢喜，也同时感谢和顺港区内底的厂商一直拢在投资台南。啊，今仔日咱和顺工业区可以说是咱这款都市计划工业区的龙头，哦，因为咱有600家，接近600家厂商，1300亿的产值，哦，那17000个员工，哦，所以讲这个所在会使讲是咱所以列为最重要优先，哦，包括相关的道路、相关的排水。啊，今天你咱这个服务中心，啊嘛是政府在议会的支持之下，这个完全起款，啊这个没有中央补助款，包括道路，包括这个用地，啊加咱这个中心的这个建设的经费，啊咱希望啊这个中心的落成哈，那可以提供给我们在座的各家厂商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啊跟机会哈，那么我们也希望啊能透过这个服务中心哈，好让大家能够更安心的来投资台南。那创造更多的这个就业的环境跟机会。李市长最后是讲，但是有40几个都市计划工业区也拢无管理中心，伊希望未来拢会当来看到为大台南地区的厂商提供优质的服务。